家饰演松坂大佐，徐孝顺饰演说书人，阿喜饰演 Joki 桑罕见，小甜甜饰演李小龙。民国初年的上海，黑道纵横，群雄割据，练强更是虎视眈眈。十里洋场的奢华背后，却酝酿着一幕传奇。那是属于英雄的年代，而李小龙就是诞生于那样的年代。我的故事话呢，阿龙呢心情非常的爽快的是呢。有高人今天给我们打败了。哎，万岁！报告一下松坂牛肉。哪？松坂大人。嗨，松坂馆长，你真是大大的厉害，大大的好啊！这次我们获得。请慢点。这次我们获得大大的胜利啊！等一下，我是刀兵哎。没关系，这样子还可以赢，大大的厉害。把那个精武们打得片甲不留。阿里阿多雷子呢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奥利加在你把那个毒啊放在那个焦沙克里面呢。把那个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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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为了馆长啊，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这次大大的成功，哎呀呀，准备了一个庆功宴，哎呀呀，打败中国人，好好替馆长庆祝一番，哎，太好了，走吧，来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喝酒喝酒。各位喜欢李小龙的观众朋友们，应该都知道《精武门》这部经典的电影。话说那个松坂牛肉啊，唔对，松坂馆长。因为苏永健的奥博用这个毒放在这个酒里面，将这个霍元甲给他逃回去。也记得都得要李小龙要来替师父来报仇。等一下进来这个演员，他到底是李小龙还是李亚孔还是李亚哥还是李还是无李郎？不要紧，让我们继续来看下去。哈哈哈，李小龙来啦！通通不要动，亲爱的朋友，在这边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。李小龙竟然来了一个李小肥，他是李小飞还是李小肥还是李小龙还是尼尔龙啊？不要紧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满腔的热血呢，准备来帮这个师父报仇了。满腔的热血，不要忘记了给小哥按下去。接到了，外面很吵呢，啊，看看什么事情。哎哎哎，报告喽，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我们里面在开庆功宴的呢，我要进去。就他妈的，你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你是来干嘛的嘞？我是来帮我师父，霍霍元甲报仇的。啊，そうですね，你要来报仇的？对，那你就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跟我过去那边，这里有血。这什么？你念一下。中国人。看不ですね。中国人上拳。那你不是啦，进来引路啊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ダメ、やめてやめて。林家，你这里是做黑的、哦？哎西，当然不是啊！啊不，やめてやめて。算了算了，看你可怜中国人，给你中文翻译。这什么？自己看。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。Destiny，你们太歧视了，他看
不起人了，什么叫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啊？他就这样写，我什么办法？告诉你，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霍元甲的徒弟李小龙。那你哭嘞？你就是李小龙？对，吓到了吧？让我进去。还好。就这么的，你不能进去。又怎么样？还有最后一行还没让你看。刚好你叫李小龙，你看，中国人一狗不得进入，包括李小龙。我打！你们真的是欺人太甚了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脾气改很多，我早就让你死了，你这个看门的。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来帮我师父霍元甲报仇的。到底怎样才可以进去？要进去是不是？由于我们里面在办庆功宴，依照一般的习俗，参加宴会都是要包红包的呢。你有准备吗？要红包是不是？早点说。哈哈，那我可以进去了吧？哎，就这么的。又怎样？红包给你了。等一下，200块。跟行情不符，我们这边至少都要包2000才能入场，所以我给你2000就可以进去报仇了。嘿，可以进去了，多走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啊！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哪里搞？难得连喝酒喝得开心，你是谁啊？在那边吵吵闹闹的啊？你看不出来我是谁？我看得出来，我随便你。我是李小龙。哇！就到，六九。啊，那大就是李小龙。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在说：天堂有路你不走。第一无门你闯进来，来了啦！哎，哎，围起来！嘿，是。哇，李小龙被围剿了，英勇的他能够安然度过这次难关吗？我是来帮我师父霍元甲报仇的。报仇？嗯，有地上。哎，报仇给他。拿去。就是劳役报表，那出生年月日啊，受领人啊，跟你们家住哪边，你都要记得写。啊，不是，没有比一个会是大家没有看过，就叫做鸡报菜之乐。还是先去吃水果好了。很久哎，熟的人就把这块扁牛给他吃下去，看一下正确答案。请问要加辣椒还是要加胡椒？